肢体学习和三岁以上是三岁。三岁以上好像不是自由，就会学会学大量的数字不会。不是这个，而且一个人数字跟奥特曼说。丢去哪里？你要开始藏，反正就是我之前有一组数字的，跟波波妈妈先收起来，然后之后再给他，就是这个给他，我马上就不见了，马上不见了。一个而已嘛。